歌手2018第七期腾格尔强势加入，一首天堂真的把人带到了天堂，太震撼了，这才是原唱的魅力。听完之后很多人都哭了，结果第一还是属于了人气更高的华晨宇，网友们也纷纷点赞，腾格尔老师一开口就是熟悉的感觉啊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，感谢腾格尔老师的音乐传播，国粹应该入博物馆，中华民族不应失去这首歌，听哭不知道为什么。金师姐也惊叹从未见过这样的演唱，十分富有感染力，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太长脸了。腾格尔一首天堂惊了多少人，为腾格尔老师疯狂打 call。 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我的天堂。